刚我一起，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喝几杯。哎，对对对，好久没喝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还真不错啊。是啊。哎，什么人？ 表现不错，下次来还找你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喝杯酒。 灌醉他们，灌醉。好。木村中佐、小冢少佐，他们怎么了？哦，他们喝多了，快让他们进去，别让山木看见，要不然咱们都是麻烦。好，快进去吧，我去送封电报，马上回来。 快！黄明峰！ 黄明峰，你跑不了了，出来投降吧。我以日本武士的名义保证，如果你投降，我绝不杀你。师兄，你藏他干什么？要么带走，要么烧了他。 藏他有什么用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黄明峰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把你打成马蜂窝。我数到十，如果你还不出来，我就下令开枪。找地方隐蔽，听我口令突围。是，好。 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
那儿，射击！You